哇，这是山歌啊！耶、yeah, ，超型啊！Blackpink 跳紧咯，唔系啊，系 Blackpink 啊，背痛啊，又嚟啊！系啊，个膝头哥都有啲冤住冤住咁啊！学霸，凡事主动车，年纪大唔怕机器坏，好事喎、啊！食多两碗猪手面，补充翻啲骨胶原，搞掂啦！猪手面。咁你有冇食埋豬腦啊？咁都信得啦，有事咪睇急症咯。睇急症，公共醫療服務唔係咁樣俾你用噶。明明可以預防個問題，點解係要等到問題出現先去解決呢？電器錫住用啊，都會襟用啲啦。我帶你去葵青地區康健中心做個健康風險評估，跟住參加運動班去 keep 下佢，好唔好 ？OK OK。一姑娘啊，陈生咧，佢 back 又拼，膝头又痛，话食碗猪手面搞掂，麻烦你教佢点好。其实我哋建议市民主动了解唔同慢性病患嘅成因同埋预防，培养一个良好嘅健康行为。我可以做啲咩啊？陈生平时可以参加下我哋嘅讲座同埋专题小组，了解下点样管理健康、预防疾病，亦都可以好似头先咁做个健康风险评估。如果发现有相关疾病的风险，就转介看我们的网络医生，有需要的话会转介你参加我们的慢性疾病管理计划。这么麻烦，我那还走得走得痛而已嘛，不用理住了。这样都不理，到了我这年纪预防是很重要，你都不想痛到行不到吧、啊、姑娘麻烦给网络医生资料给他。说到这么严重，那就看看吧。感谢阿米达，感谢阿米达。陈生，你健步如飞喎、啊，使乜讲？好彩上次带我嚟睇完医生，转介埋我参加退化性膝关节炎复康计划，多得物理治疗师嘅治疗同教我做适合嘅运动，识得锡咗膝头哥，家下好咗好多啦。咁咪醒咯，唔好再信埋啲偏方，记住要主动预防，问多啲，知多啲，定时去 check 下，咁先系正确追求健康之道，为健康。打好个底啊嘛！醒啦，喂，最近有只新舞，我跳俾你睇下。葵青地区康健中心，帮你健康打好个底。